最近呢，我常常在这个 Channel 4看这个奥运的比赛，我看到了我们这个孙杨最近受到很多国际的媒体的对他一点批评我们都为他非常的关心注重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好手孙杨他能够顺利的表现他的实力，拿到金牌来证明他是独一无二的好手，我们给他加油鼓掌。同时呢，我们也很高兴开心的见到台湾的好手举重一下子拿到金牌，为我们华人争光，真是我们非常的兴奋。我也借这个机会希望能够恭祝我们这个好手，两岸的好手都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